所以你不喜欢我。那这一次你为什么要逃避？你可以马上做出承诺。你呢？好，若如你所说，都这么熟了，为什么还只是朋友？是他不够好，还是你不够多？铁武力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不应该承受我背负的重担，我不想拖累他。你是不是打算要告诉我些什么？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的。为什么要把我推开？因为我扛不住了。